你喜歡穿什麼衣服和你喜歡聽什麼音樂都是一種表達你個人的性格是怎樣的渠道來的。你的衣着是絕對可以令到你的人進入去那個狀態的，所以衣着是很影響到的，就像電影造型一樣。在台上面令到我可以最自然的就是穿著自己的 T 恤牛仔褲，因為我經常覺得工作的我和放了工的我那個衣着是真的有很大的差別的，就是工作中的我經常都會試一些真實中的我是不會穿的東西的，所以不要問我，即係演唱會嗰個，千祈唔好俾我揸住著咩。你問我的話，我永遠都是想穿一些最簡單、最舒服的嘢，希望可以穿一些 lifestyle 啲嘅嘢啦。其實我一直都是想玩自然的，我感覺是自然的。咁當然我知道，即係 there is a fine line between being 自然 and 唔好睇，即係好容易你即係過分 casual。全靠你掌聲就是我從來都會希望做嗰樣嘢出嚟係 please 自己多。過 please 人哋，即係喺唱歌嗰方面，即係我希望唱嘅歌曲啊，又或者我希望唱嘅方法啊，我想表達嘅歌詞啊，都希望係用自己嘅方法，即係希望係透過自己開唔開心而去做。咁喺我唔將佢哋擺喺第一位嘅情況底下，都可以得到呢一種嘅愛，同埋如果唔係因為佢哋俾我嘅支持，我相信我都唔能夠可以繼續喺呢個行業裏邊。做嘅，因為呢一行你冇觀眾緣就唱得幾好都冇用。Good code。